到了他了，没关系。好，我晚一点给你控屏。现在 ，Lucky， 爸爸在收东西，好吗？晚一点给你。我自己控屏。Lucky 宝宝比较特别的是，他很喜欢控的东西，他会叫他控屁，就是用完的任何化妆品或者这种拧开转向的，所以呢，我这次会给他带他平时比较喜欢拧开的一些东西。他从小就差不多8-9个月，就是一直要拿任何他用完的东西就转开转向，转开转向，这些也是空的，这也是用完的空的。啊，这个也是用完了空的。它本来是一个小朋友的化妆品套的，然后呢，他第一天一拿到，哇，好开心！爸爸，可以给我弄空屁吗？他直接把这个口红的里头的馅儿就拿出来就丢掉了，然后他就想要这样，很特别的一个习惯，我也解释不清楚，这就是 Lucky 的特色。对呀。是的，是的。这世界很酷。